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第四行看起，课题根二，行念功德。前面我们学过普贤菩萨得尊普贤，普贤菩萨的行愿就是十大愿望，前面的我们学过，这个地方有两句经文特别的称赞行愿的功德。我们看经文，具足无量心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具足是没有欠缺，一样都不缺。那么于是我们知道普贤十大愿望是将他老人家的大愿分为十大类，每一类里面都具足无量心愿。礼敬具足无量心愿，乃至于普皆回向，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所以十愿就是一百愿，这一百愿里面每一愿又具足圆满的一百愿，辗转相成，普贤行愿无量无边，无尽无数。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信的心得。自信不可思议。唐朝
六祖慧能大师见习了啊，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见习了啊，悟入此心。心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用现在的话是，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自信就是真心，每个人都有啊，谁有我们迷了，叫迷失了啊，这一生从来没有发现过真心，从来没有用过真心啊，一生从早到晚全用的是妄心，妄心是阿赖耶啊，妄心也叫做妄想，胡思乱想，才用这个心，这就坏了。这个心造业，业有善恶，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生三恶道，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妄心变现出来的啊，妄心不清净，染污的啊，这个东西渊源很深啊，最初怎么会有妄心？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佛见性的，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妄心从哪来的？一念不觉。真心是觉，觉就是什么？充满了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万德万能，才用这个来赞叹他啊，万事形容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智慧的能都是真心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见心完全就现前，它就起作用啊，这个道理学佛的人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对他深信不疑。那学佛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见性，要把真心找回来。我们用真心来过日子，那就叫成佛了，啊，成菩萨了，才真正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这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它是第一个错误的念头啊，没有原因就不是真的，它是假的。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
那个心是真心，想是妄心。真心加上个妄心，就变现出十法界，变现出六道轮回。所以有许多人说都是专家学者，世界上鼎鼎大名的，大师不是普通人。他们说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没有讲宇宙、生命、人是神造的，佛教没有。啊，佛教讲整个宇宙乃至包括一切神，佛承认有天神、有地神、有鬼神，承认他们存在，他们六道里头也是一道，十法界里面也是一个法界，它存在，但是宇宙不是它造的，它跟我们人一样叫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十法界、四圣法界还叫凡夫，啊，给它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外凡。啊，分内外，内是六道轮回，外是四圣法界。啊，佛、菩萨、声闻、缘觉，通称外凡。啊，为什么说的凡夫呢？他还用妄心，就是凡夫。当家做主啊，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当家做主，我们称他做罗汉、菩萨、佛陀。啊，这也有三个等级：真心圆满的起用是佛陀。虽起作用不圆满，还有欠缺，这叫菩萨。啊，那么阿罗汉，阿罗汉是刚刚开悟，小悟不是大悟，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啊，佛门里称小圣，啊，他是圣人，啊，菩萨是大圣，佛是究竟圆满。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每一个人都能够证得，啊，好像你在学校读书，啊，小学毕业阿罗汉，中学毕业菩萨，大学毕业佛陀，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三个名称在佛陀教育里面是学位的名称，三个学位。啊，佛陀最高的学位，你只要好好的学习，你可以拿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因为每个人本来是佛。啊，不但每个人，包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都可以证得的。啊，所以佛教是平等。啊，佛教没有高下，
啊，平等，这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学佛回归自信，目的是这个，回归自信就是明心见性啊。俗话说大彻大悟啊。见性有什么好处？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好处在这，你不迷惑了，全都明白了。啊，学佛所求的是这个。啊，世俗人把佛菩萨当作神来看待，这是迷信，这是宗教。啊，求佛菩萨了，完全是求自私自利，啊，升官发财。求福求慧啊，求长寿啊，求这些啊。佛法告诉我们，有真正长寿哪些人？阿罗汉、菩萨、佛陀，他们寿命长啊，尤其化身菩萨以上，真的不生不明，那叫无量寿啊！六道十法界，寿命都有限量。换一句话，有生有灭。啊，化身以上，真的不生。慧能大师第二句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他见到了，开悟见到了。你看，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刹那生灭。这些现象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完全不能觉察，这叫迷呀。啊，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现代科学家看到了少分啊，这就是三种现象里面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里面，物质现象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说出来跟佛法完全相同，佛法说得比他更清楚。啊，佛是从禅定里面证得的，是用内功。科学家不是的，他没有定功，他用数学来推变推断，用科学仪器去观察，他见到了。啊，在近代的科学，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以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了，啊，没有比这更小的了。随着这些年，仪器越造越精细，
观察的能力越来越强，把原子打破了，发现构成原子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原子不是最小的啊，那么再讲原子核、电子、中子，一样一样的把它打破，它们还不是最小的啊，发现粒子，粒子种类有几十种，粒子还不是最小的啊，再把它打破，看到更小的东西出来了啊，构成粒子的微小的物质现象，科学叫它做夸克啊。夸克是不是最小的呢？也被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物质现象没有了，空的了啊！科学家发现这是真正物质最小单位。一个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原子里面一个电子。那换一句话说，微中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这么小东西，在佛经里面叫它做极微色啊，极其微细的这个物质现象，色就是物质现象，也叫灵虚尘，就是它跟虚空做邻居。佛是用分析的方法，跟现在科学用的方法完全相同。啊，这个灵虚尘再一分呢，就没有了，就是虚空了。啊，它就不存在了。佛经上这么说的，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之前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啊，这微中子打破之后啊，看到了物质没有了。看到什么？念头的波动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变现出来的。那这一桩事情在《大乘经》里面有一段，佛问弥勒菩萨：“是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面有几念，有几个细微的念头组成一个粗显的念头，你能感觉到那个细念呢，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啊，有几个微细的念头，有几个相啊，相是物质现象，实是精神现象，就是分别之处，这种相啊。弥勒菩萨回答：弥勒也，这个不是拍手举手啊，举手
弹指之间，这一弹指啊，举手弹指之间，哎，对了，32亿8000年了，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中国人说的320兆啊，320兆啊，那一秒钟，现在我们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体力好的啊，年轻弹得快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那叫晨起。32亿乘7，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啊，这个物质现象。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是心理现象，再包括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不属于这两种以外的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这两种以外的，白法明门里面叫它做不相应心法。科学叫它做抽象概念，全部都是在一秒钟210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它发生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年灭后年生，我们完全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不觉，就是迷眼。我们迷得太深了啊！科学家这个发现用了400多年时间的，科学家一代一代累积，一直到近代。最近这20年，在先进科学技术之下，才看到物质的真相。完全是个假象。啊，这个真相，我们没有概念，很难体会。啊，为什么物质我们看得先前，为什么你说是假？根本不存在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啊，色法物质现象有生有灭啊，受想行识心理现象有生有灭，抽象概念这个现象也是有生有灭。有缘就灭，就生；有缘去了就灭了。整个宇宙的现象，总的包括起来，不外乎这个三大类呀。啊。在这三大类，在佛教里面说是三阿赖耶的三细相：抽象概念、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我们的思想、起心动念、阿赖耶的转向啊，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佛在经上说。用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能量最大，对外能源到虚空法界，对内能源到阿赖耶。这一句话现代科学证明了，我们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念头的现象呢，被他们搞清楚了。现在发现，那物质现象消失在念头现象里面，所以所有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念头怎么回事情？现在只知道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刚才讲的2100兆分之一秒，这是被他发现的。那他究竟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理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科学不知道。那我们相信，科学再上一层楼，二三十年之后，他可能看到了。所以科学家对佛法非常佩服，他们费这么多的力、精神、时间、精力发现的，没有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这个高是无上之高，再没有比他高的。那么佛教经典讲些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把佛陀的教育分作世间跟出世间，世间普世的教育，人没有远见，没有心想离开六道轮回，只是想到人天福报。佛恒顺众生也能满足你。正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它有道理有方法，如理如法了，你决定可以求得到。这个道理方法佛知道，你要求佛会教给你。所以普世教育里面，佛说伦理，佛说道德，佛说因果，能把这三桩事情做好，你在六道在十法界你会很自在。享受人天福报。如果违背了伦理道德因果，所有一切造作所感的是畜生、恶鬼、地狱，那就很苦了。佛的普世教育这三种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应，但是它还有高的。佛门常说向上一种，再提升向上。
是什么呢？那就是圆满的哲学，圆满的科学。今天我们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真叫登峰造极。啊，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啊，佛法里头没有迷信的，啊，迷信不是佛法，啊，但是现在有没有？有。我这些年来讲佛教，我说有六种佛教。啊，一早年就四种，现在又加了两种。啊，第一种原汁原味，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什么？教育。他老人家在世，从开悟之后，讲经教学。一直到离开人世间，啊，他是79岁过世的，30岁开悟开始教学，讲经教学49年了。用现在人说法，佛陀是教育家，啊，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现在留下来，啊，供养我们，特别是在中国这一派大臣，完全翻成中国文字，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保存下来。啊，汉字文言文，外国的学者专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呢？这种发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汉字，发明文言文。它能够原汁原味一直保存下去，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啊，你学汉字学文言文，3000年前的东西你看得懂，3000年之后的人看他也能看得懂。啊，中国人学了中国人看懂，外国人学了汉字文言文他也能看懂。不需要翻译。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的，是中国独有独家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爱护，要认真学习。啊，汤恩比跟卢梭都说过，啊，特别是汤恩比，他希望将来中国的汉字跟文言文变成世界通用的语言，人类的文化就能够永远保存下去，不会变质。这个看法正确。啊，所以中国文字不会改变的。啊，老祖宗这个发明太伟大了。啊，今天世界上发明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发明汉字文言文。真有智慧。
啊，所以佛法要我们求的自性本性找回来，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人人都用真心，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诸佛刹土啊。他用教育，他不用武力，他不用科学技术，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啊，中国老祖宗也很了不起，礼记、陈书应该在秦汉的时候，啊，就是秦始皇、汉高祖那个时代，啊，教学这个学记这一篇里面就讲到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国是现在讲，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什么最重要？教学。啊，只要把教育办好，人都教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把教育疏忽了，其他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没有教育，都会出现严重的麻烦。啊，都不是好事情。现在这些副作用我们全部看到了。啊，科学技术用在武力上、军事上。啊，这有核弹、有氢弹、有生化武器，都可以能够在短短的三五天之间把整个地球上的生物消灭掉。现在人有这个能力啊，啊，今天地球的社会，汤恩比说得好，相当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啊，诸侯国很多，今天讲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参加联合国的有140多，啊，这么多的国家，决定不能避免竞争、斗争、战争。我们住先前那个社会都主张竞争的，从小就叫竞争的，长大哪有不争的道理？竞争提升就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现在战争是用核武、用生活，所以汤恩比的晚年为这个事情焦虑担心的。人类走向全体灭亡的道路，自己不知道，没有警觉，他大声疾呼。啊，留下来这么多的著作，我看得懂啊。啊，外国人看不看他的书呢？我相信有，很少。啊，流通不广，甚至他提出来的，人家也晓得。人怎么样？
麻木了，那无可奈何，大家都这样子，那我不跟怎么办呢？啊，佛陀教育高明，大家都争，大家都走这条，灭亡之道。啊，学佛的人，佛陀给我们开了一篇生路。像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求生净土。啊，他给我们表法，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表法，我没有想得清楚。啊，我说了三条，但是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第二个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真有。第三个告诉我们，只要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为什么？统统是假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说，劝人好好念佛，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我们要把他这个意思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走的是一条正大光明成佛之道。我们以这个来影响周边的人，好事啊！啊，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就是唐人比讲的，可能是在核武战争之下绝灭了。啊，另外一个灾难的时候，这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我大概是。应该是20年前就听说，啊，在美国时候听说的，20多年前，非洲西岸有5个小岛，啊，这5个小岛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活火山。啊，其中任何有1个小岛火山爆发，都会引起全世界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海啸，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海啸。啊，它这个海啸多高？1000米。我以前不相信，我说不可能啊，哪有那么大的海啸？前几年日本311的海啸才10米呀，对1000米还得了啊？啊，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模拟，真有这个现象。原来这个火山呢，它的爆发不是从上，它是从山腰。啊，这个山腰火山口多长呢？4公里。啊，宽度的时候是四米，4米宽，
这个四公里长，整座的山会崩塌下来，这个山沉到海底，造成1000米海啸，这个就有可能，这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啊，看到火山爆发，都是火山都向上喷的，啊，那个威力不大。那么这里面如果有一个火山爆发，3个小时，这个海浪就到英国了。啊，它的速度呢，大概是1个小时，500里到800里，这么快的速度。啊，1个小时，3个小时到伦敦，8个小时到美国，横穿大西洋。啊，到美国的时候，当然1000米海啸，通过大西洋8个小时，它会往下降，大概还剩下多少？至少还剩下有100米。100米高的海啸扑到美国的东岸，还得了吗？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几分钟就完了。啊，空前灾难。啊，有没有办法？科学有没有办法来化解、来控制它？没有办法。啊，这5座火山，科学家给他看到它了。啊，美国国内西岸黄石公园，那是一个活火山。啊，科学家做出报告，这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如果这个火山爆发，受害面积这个半径是1000公里，啊，也就是说美国差不多1半的土地不能够住人。这是大灾难，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能不能化解？佛法有，大家不相信。啊，现代量子力学家们相信，人心都向善，因为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的，我们善的念头呢，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大家都回心向善，这个灾难就会化解。纵然不能化解，它伤害的力量很小。啊，物质现象取决于念头。念头的力量太大了，啊，海鲜和尚，你看看，他报告里头又说了这一条。他12岁的时候种了个大冬瓜，啊，他堂弟偷去了，啊，他并不知道，他就在那里咒念，哪个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啊，大概总念了个10遍吧。他堂弟真的害疮长病。啊，沈良来找他，你可别念了。
啊，但你弟弟只折了一个冬瓜，你就这样咒他，他现在真的常常生病，苦不堪言。他听到这，赶快转念的，哎，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过两天正好了，他知道人这个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以后再不敢咒人啊，不敢以恶意对人，他真的有很大的伤害啊。那为什么一般人念不灵，他念灵？他的心真诚专一就起作用。一般人念，他的念头杂，妄念多，杂念多，所以他这个念意念的能量就降低了。那道理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学佛知道怎样学法啊，达到我们希望的目标啊。佛经上讲的希望是正大般涅槃，成就无上的佛果，这个目标太高了，我们心想往之，有没有能力做到呢？做不到。啊，但是我们看海贤和尚做到了，他确确实实真的明心见性啊，确实是大彻大悟啊。他用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20岁出家，师父传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的好处是他老实听话真干啊，善根福德深厚，他真诚，他亲近，他恭敬这是福德了。一生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用真诚心，用亲近心，用恭敬心啊，所以他能成就啊。那我们这六个条件不具足，不老实，不听话，不肯干啊，处事待人接物虚伪软弱傲慢啊，虽然念佛比不念好啊，跟佛结个缘，这一生得不得作用？不得，不起作用，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一切经界都劝导我们持戒念佛，我们念佛没有持戒啊，这个持戒至少五戒十善，真有五戒十善老实念佛了，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当中
无界实相有没有？有，不但有，圆满的。啊，出家比丘戒、菩萨戒有没有？有。清净的啊，六波罗蜜圆满具足，普贤十大愿望，你一条一条去对，去比对，样样具足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他这一句名号，起心动念都具足无量心愿，不可思议。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他往生十报庄严土，我们如果能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够了。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可以说，阿弥陀佛都保证你一生圆满成佛，决定不是假的。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好处功德利益你全都得到了。那这是我们决定不能放弃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世间要放下，那是假的，那是障碍。你对这个东西留念，你决定不能往生。啊，贪念世间、财色名利、五欲六尘，就坏了。沾上一样都不能往生，何况一样一样都沾上。这还得了吗？啊，真正发大心，弘法利身是好，但是名利先前往往都被他卷过去了。啊，像海啸一样，啊，都把你卷入大海。你回不了头来，所以经不可不读，读经是名利啊，跟经典结上法缘，念念不舍，他在劝我们，在引导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用经典的反省自己，改过自新呐，忏除业障。啊，功夫就在这一句佛号，这句佛号念念无间。不能把它忘掉，不能断掉啊！啊，自己念佛，劝人念佛，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给人看，这就好。啊，下面这一句按住
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是什么？我们在这部经自始至终大乘经教里头，我们读华严、读法华、读论言，无疑不是回归净土，就在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念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全念到了。佛的名号是信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这一句阿弥陀佛信修圆满具足。你不念弥陀，你念什么？不但名号功德圆满具足，诸佛如来无量劫他的修行、他的正果、他的弘法利生，无量无边功德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这阿弥陀佛了。无与伦比，世出世间再找不到第二个了。这一句佛号是圆满功德。这个法门真的易行难行，早年我在美国我住在马里兰州，距离首都 DC 不远，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是84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是82年，83年成立了华府佛教会，那时候不叫净土宗，华府佛教会。我是会长。第二年，当地也是中国人。周广大他开了个面包店，那个时候他得了癌症末期，这一家没有宗教信仰医院宣布他的状况，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寿命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医院放弃治疗，让他带回家去，家人非常悲伤这才找寺庙，找这些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就找到我们。我们这个学会成立才一年但同学也有六七十人找几个热心的同学帮助他先去看看，我没去，他们同学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确实没办法再恢复了问我怎么办，
说你们劝他念佛求生净土，看他能不能接受。哎，就把西方极乐世界也介绍，这周广大先生立刻就接受，这是他有善根，他吩咐他的夫人跟他的儿女不要去求医了，你们通通帮助念佛，帮助我求往生。这么全家意念头完全这共识建立了，一个想法了，他那个病立刻痛苦减轻了，这个病很痛啊。所以临终这一段期间止痛药止痛针都可以不用，我们帮助他念了三天三夜，欢欢喜喜他走了，三天了。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没讲错啊。但是我们晓得佛经上说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如来，临命终时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他马上接受，欢欢喜喜一家人念佛。我们派的同学四个人，一共十二个，分三班轮流一班四个人帮助他三天往生。火化的时候还烧出舍利，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这个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一定要知道上面两句初赞诸大师之实德，这是真实，不是假的，这是功德。功德的根是自信本具的但是要加上修德，如果我们不修，信德不能够现前念佛是修功德第一法门真的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一句名号，具足一切功德心德，也具足一切修德海贤给我们表这个法了，我们要会看，要会听的牢牢地抓住事出世间所有的现象全是一场空人家要的给他吧，欢欢喜喜我们不要这些东西什么都是缘分，一切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要能放下，要欢喜放下经上讲无量，无量是其多其大，无法称量，称是说不出来量是衡量，
它没有边际，它没有数量，所以叫无量。啊，具足无量心愿，是《大乘论》的解释，说不可以譬类得之，譬是譬喻，没有方法能比喻，比喻达不到。那无法能够完全明了，这叫无量。什么时候能知道？明心见性就知道了。没有明心见性，佛来给我们讲，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都很难有一个概念。这叫无量啊！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六度四摄是化身菩萨的大行，那六度大家知道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四摄法里头也有布施、爱语、力行，同时，啊，四摄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有的。啊，有四摄，这个人现菩萨相啊，没有四摄法就没有办法度现前的社会大众。啊，四摄里头的布施跟六度不一样，六度是度自己啊，布施是度自己的贪心、喜欢布施的人贪的念头就淡薄了，从淡薄慢慢到没有了，用布施。那忍辱是度嗔恚，般若是度愚痴。你看，用这个方法对付我们的烦恼习气贪嗔痴啊，啊，四摄法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那这个布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送礼请客啊，礼多人不怪啊，常常小的礼物送人啊，特别是从邻居邻里相当，你常常修布施大家都欢喜啊，就能把邻居变成一家人一样，真正做到守望相助啊。没有四摄法，我在香港住很多年，确实香港有很多人都是住大楼公寓，隔壁这一家很多年的老邻居了，他姓什么名字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话，没讲过话，哎，见面也不点头，陌生人一样，一生老死不相往来。啊，是这么样的社会啊，佛陀的四摄法，佛弟子要度化众生用什么方法？用四摄。
啊，四摄是佛门里头公共关系法、交际法啊，是头一个。哎，常常请客，常常送礼啊，小礼物没有关系，人情嘛，人与人之间有感情啊，爱人说出的话啊，不是说玩耍坏，完全是关心他、爱护他啊，对他有利益的，他喜欢听啊，利息。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作所为对大家都有好处啊，不能不顾及啊。最后是同事啊，我们大家你喜欢的事情我也喜欢，慢慢的我喜欢的你也喜欢啊，同事就是最重要的学佛文法啊，用这些帮助他们啊，见面一定点头打招呼啊，这个一点手，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做得好啊，外国邻居不认识，哎，他跟你见了面会给你点个头啊，会给你打招呼，在中国没有啊。我住在加州的时候，住的时间久了，邻居来找我啊，向我请教，他说你们是做哪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你们有个为难的样子，每一次看到是欢欢喜喜啊。我告诉他，我们学佛，这佛是什么，这佛就是快乐，他这个我要啊，佛是清净啊，这个我也要，佛是长寿，他这个我都要啊。我说那欢迎你来啊，我们每个星期六特别跟邻居开一个班啊，讲什么，讲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西方极乐世界看清净啊，快乐长寿，这要给他欢喜啊啊。我说跟你们信仰宗教不冲突，你们星期天上教堂啊，神是你们的父，是你们的主啊，释迦牟尼佛呢是你们的老师，就像你们的小孩，你看在家有父母，到学校有老师，一点冲突都没有，他们听了很欢喜啊。所以每个星期六给他们开一班啊，怎样让我们生活过得幸福，过得快乐啊，这就是六度四摄，时辰也到啊，劝导大家了，我们能关心人，别人会关心我们啊，等等等啊。那今天我们提倡的是基础啊，行门的根本就是《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儒释道的三个根啊。这三根从哪来的？从净业三福来的。
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这条两句做到了，慈心不杀，我们落实在感应篇，因果教育，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这一幅里头啊，四句话，我们取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作为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没有这个根本，戒定慧不能成就啊。学佛先把人做好啊，这种教学方法人欢喜接受啊，这些年确实非常普遍啊。那么今年七月，印尼全国中小学推动《弟子规》的教学，我们听到欢喜。啊，他们的教育部主管中小学的官员，为这桩事情特地到香港来看我，啊，希望我提供一点建议给他们做参考。弟子规要怎么个教法？教育成功跟失败，关键在老师。在历史上有两个人教学教得最成功的，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另外一个是孔子。他们的教学为什么这样成功？我们细心观察就发现一个道理，先行其言，教育成功，他所说的话他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不敢说，所以别人对他相信，听他所说的啊，他不骗人。夫子先行其言，释迦先行其言啊，所以我们要办学校啊，特别是我在汤池做实验，就是用儒释道啊，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来教这个小镇的居民啊，小镇居民有48000人，我们用这个来教他，看看能不能收到效果。啊，是怎么教法呢？自己先落实。自己这三样东西里头有一条做不到的，就不行。每一条都得做到。啊，老师真的感动人。我给他是4个月的时间，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啊，主管教学的老师
打电话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下乡入户去表演啊，到农民家里看到老人就是我自己的父母，我怎样对待我父母，孝顺父母啊，看到他们的儿女那是我兄弟姐妹，我要怎样表演给他们看。我们做了三个星期啊，当地人民非常感动啊，向大家宣布中心开课，希望大家来学习。啊，我们的预期希望是两年到三年把这个小镇风气完全转变过来。啊，因为中国丢掉这种教育100多年了，恢复起来不容易，没有想到三个月我想要的效果出现了，怎么这么快，让人感到惊讶，我惊讶，老师们都惊讶啊，可见的下乡入户效果太大了啊，当地人民说看到我们了，不是听说的，亲眼看到的啊，我告诉老师，我说我们做到这样的效果啊，人心转变，人人良心发现，不好意思再做坏事，多难得，是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德能，也没有这个智慧啊，这是什么成就的？祖宗之德，三宝价值，人民合作，我们教他，他真干。我说我们要感谢老祖宗，感谢佛菩萨，感谢当地人民千万不要有一点傲慢的习气啊，那就自己毁掉自己了。啊，这就是老师的关键太大了。那么印尼从人口算它是世界第四大国啊，第一是中国，第二是印度，第三是美国，它第四啊，它有2亿4000万人口，啊，这样大的国家推动全国《弟子规》教学，啊，小学跟初中要多少老师？我问他，全国中小学有多少所？他告诉我大概15万，一个学校一个老师。15万，两个老师30万人，怎么办？啊，得先培养老师。啊，所以教育部一定要办一个，设立一个永久的学校。啊，就是扎根教育。师资培训班要培养这么多老师要很长时间，现在怎么办？
现在落实什么？啊，首先训练一年百个老师，不要多。啊，第一届100个人都可以，认真培训，这个我可以帮忙。啊，训练出来之后，利用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台上批一个频道，让大家从电视、从网络用远程教学，啊，师资班不断的办，一届一届办下去，用的是专修一门，这个师资班大概3个月可以，啊，那一年可以办4届。啊，长远办下去，有足够的老师才能分发到学校，没有老师先用远程教学，学澳洲，澳洲地大人少，住得很散，所以学生多半在家里上课，啊，学校大概是每年有个2-3次把同学召集起来考试，啊，平常都是利用网络跟电视。我们相信人是教得好的，人心本善，啊，所以行就得真感，啊，愿要真正发愿，四弘誓与十大愿等，啊，这是无比殊胜的大愿，啊，四弘四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证，要真发这个大愿。那，有没有呢？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发了，但是在生活当中没有看到，啊，四愿，真正的一个愿就是第一，要真正有热心度众生，啊，帮助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离开六道轮回呀，这是离苦的，离究竟苦。乐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我们有没有真干？没有啊，没真干呢。啊，真正干的人，无论在家出家，真发这个大愿，带领大众念佛，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教室都行，啊，听经有光碟，听完之后心得分享，帮助大家提升，啊，还有多余的时间念佛了。印光大师讲，20个人在一起共修，精进不懈，20个人都能往生，这个道场了不起的道场，所以要人真正发现，不是假的。
啊，只要发心，你就可以领众。啊，不能求人，求人难了，成不了事业。自己看。啊，不求人，愿为道心。啊，行以满愿，没有愿就没有行。啊，有行，我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行如坐，愿如默，互相一致。有行有愿，啊，愿有方向，有目标，啊，行。我真能够循依循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我一定会到达。啊，具足圆满无余，啊，样样圆满，行愿平云，闻此愿望，十大愿望，你明白了。你听到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读读是照着经本读，诵诵是背诵啊，念得很熟了，都能记得了，就不必照经本啊，书写，书写的意思是流通啊，古时候没有印刷术，流通要靠手抄，我能够抄一本，这个世间就多一本，能抄两本就多两本，功德无量。现在不必用手抄了，印刷术发达，成本很低啊，有钱就引进了啊，我们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一部经，一个浊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绝不改变。多少时间能成就呢？5年6年就有小成就，10年20年就有大成就。啊，施诸人等，于一念中啊，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这是行愿品上所说的，说得好啊，在一念当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我们看到一个榜样，海贤老和尚。啊，他的佛号不间断，啊，他念累了就到床上去睡一会儿，睡醒了接着再念，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把菩萨这些大行大愿全落实了。你在这生活当中看到，在工作上看到，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处处都看到，难得了，这么一个好样子，
啊，印书，喜欢看书的人不多，看光碟他有兴趣，所以这个光碟要大量流通啊，光碟的成本很低，度无量众生啊！啊，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真正相信，真正体会到了，再深入经典啊。第二步，劝他学无量寿经，学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啊，我们今年这个学习班着重在八所经教里所说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每逢二四六，我们同学们提出分享，一三五星期天我续讲这部大经。啊，这是这一段时期在台南调养身体啊，好像还有一点效果啊。在平常我过去是每天四个小时啊，上下午都讲经啊。那么在今年我们上午都是同学们的在一起做现代报告啊，分享自己实际上的学习，效果非常好啊。下午两个小时讲解，我们星期天没有休息啊，这是我们的常课啊。那么今年九月澳洲图文吧要办一个戒律学习的活动，我请国清法师去主持啊，报名参加时间一个月啊。我如果能抽得出时间，我也会参加这个活动我去做影响中啊，帮助大家对于学界要有信心古人讲的三学一云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啊。律宗专门讲戒的，禅宗是专门修定的啊，慧就是教下，
教下有六个宗门：华严、法华、唯识、三论、净土跟密宗，都是属于慧。啊，三学是一体，戒里头有定，有慧。啊，定里面，定是禅宗，有戒，也有慧。教下，无论是哪一个宗派，都有戒，都有定，不能分的。三学一缘，三学一体，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把它分作三个，都不能成就。啊，全破坏了。三个足才能站得住，少一个就倒掉了。啊，所以我们特别重视戒律，尤其是基础的戒律，根本戒。啊，还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不具备这个条件，不能入佛门。今夜三佛上教导我们的这三个根是第一佛，第一佛是世间的佛宝啊，由世间具足世间佛佛德，才能学佛啊，才能进入第二，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这小乘啊，小乘学圆满了，学好了才能提升到大乘。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啊，净宗就是身心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要身心啊，读诵大乘全经行者，无量寿经是大乘，经体上佛属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心啊，我们这一部经够了，专弘这一部，专修这一步啊，目标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念老幕后给我们做这段总结，此这一些从果相应，以弥陀之善巧方便加持回向，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生之心愿。后头这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法门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啊，它的成就无量无边，超出十地菩萨，十地是大神，超出他们的心愿。为什么？这是普贤心愿。啊，十地菩萨也修普贤心愿，没有净宗来的殊胜。啊，净宗是在一生当中。实际是生生世世很辛苦，很长的时间完成，经宗一生完成，一世圆满。这个希望同学们好好记住，你能够遇到你太幸运了，十方诸佛赞叹你，
一切菩萨赞叹。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